号令。会听我号令，准备。知道是我的使命。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这片土地我之名，征服一切吧。这片土地，
黑暗之道是我的使命。在心中燃烧。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
胜利的故事十五二。切斗米亚都是亚森的叛逆。生命不该遭到囚禁。
用你胜利的故事取悦我吧。想阻挡我，过来，这里有埋伏。敢惹我！混牛角吧！不要想阻挡我！想阻挡我，you
黑暗之道是我的使命。我讲话真实在。苏醒吧，为你的王而战。去亵渎这片土地。城塞屹立不摇。以我之名，征服一切吧。帕里达内伊，帕里达内伊的。我屌你！天谴之天，化身为死亡与毁灭，一阵。
的一天。你敢惹我，吹牛角吧！怕你打的一天。想阻挡我？我已经发泄过怒了，再一个原真正的高明之人。后边可多些！
我闻到水里黄金的味道。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
情很强。有心就是命。
有怪物，小德雷利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榜一，这就刚哎。机会伤害你，
怕你打那一点。我们要有您的响应。我不应该。你敢惹我，吹牛角吧。一天
书籍。